今天是5月18号，周日，明天 A 股就要开盘了。人工智能板块周末再度迎来大利好，高层释放了多个重磅的信息。那下周反攻是一定的，那反攻的过程中怎么办？能不能追？还有就是新一轮反弹的过程中，核心看点在哪里？哪些票带头冲锋？如果你对这个人工智能板块把握不住的，看不懂的，仔细听。但是我要提醒大家，视频当中涉及到的一些技术和个股的解读就是一个免费的分享，勿作为依据。首先，我们看在上周五，人工智能板块走出了一个低开高走的走势，然后这不是关键，关键是什么呢？掀起了涨停潮。然后接下来怎么走？其实周末这个利好加持下，下周继续冲高的概率很高，甚至有机会去突前面的高位979，甚至有机会突破这个位置。所以，人工智能是我们的主线，这个一定要注意。不要轻易的看空，不要轻易的去做空。既然它还会有进攻的预期，那接下来人工智能板块的看点核心在哪里？带头大哥是谁？大家看啊，在上周，这里是出现了批量涨停，还有多只票涨幅在10个点以上的，20厘米有2个，对吧？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啊，这些20厘米的、这些10厘米的这些票，你去追高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，它是属于一个全线的异动。从整个盘面来看，下面这几只票有机会成为市场的一个核心看点。比如说啊，拓本信息这个票在周五上午的就涨停了。因为我们看它的一个位置，它前期是不是经过两轮上涨，对吧？两轮上涨，调整也是比较充分的。那在这里的话，近期出现异动，所以下周啊，它有继续走强的预期。但并不是说啊，这个票有机会走强了，你就可以去追高啊，这个不是的啊。从整个盘面来看，大家可以去搏一个分歧点，搏对了吃肉吃大肉，但是搏错了马上要撤退，止损也好，止盈也好要撤退啊，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个细节。还有就是前期的核心票、人气票之一的宏博啊，大家看这个票突破新高，走出一个强势的加速。那么像这种票的话，只适合短线选手啊，超短的朋友，你可以去盯紧它，它是目前整个板块的一个高度。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啊，缩量加速要小心啊，缩量加速要小心。你像这种缩量加速了，去追高很容易高位接盘、高位站岗，很容易打出一个什么高开低走的大阴棒，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。还有就是，大家看金桥信息这个票近期也是走出了一个连续的一个反弹，走出新高。那同样的原理，同样的思路，它缩量加速了，大家在操作上面也是要注意啊。不能轻易的去追高，不能轻易的去顶，因为它打出的高度代表什么？代表它的这个人气，代表它的一个资金的认同度。所以超短的选手，你就要盯紧了这些核心票、这些龙头票。至于啊，该怎么去参与，我想大家都心里有底。这是几个有机会带头冲锋的，但是对于一些普通股民、一些散户股民啊，可能这些票看了就有点怕，不敢追，对吧？那么接下来重点在哪里？其实重点很好说啊，大家留意一下。人工智能板块的创业板，记住啊，人工智能板块的创业板，还有就是人工智能板块的科创板、次新股这些方向，你留一下这几个方向去做个低吸，做个博弈都没问题。不相信的话，大家看一下这些票啊，很多调整到低位的，你如果你去潜伏了去低吸的话，你看看这些票是不是有机会迎来这个大入啊？像比如说这种票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要记住，板块这种轮动，如果说你的票没涨的，那它短期调整比较充分的，又回调到位的，那么没必要纠结，没必要担心啊。等它轮动冲高，那么你可以考虑什么？逢高减仓，逢高出货，或者说逢高去出的货去换股，达到去弱留强的目的，这才是大家要注意的。因为每一轮的反弹，主线品种、核心品种啊，它也是会不停的轮换轮动，是吧？所以你要跟上资金的节奏，你才能够吃到肉，甚至吃到大肉。好，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。